要是建真回来，是不是也得住家里啊？那不住家里住哪儿你们家吧，房子是挺多的，可是这人也忒多了。你看建良建业吧，今后结婚得用房子。建真这要乍一回来也找不着工作，那他也不可能改嫁呀。什么意思？又要出什么幺蛾子？去，哪有什么幺蛾子？我是一外姓人，我能说什么呀？我就是觉得你是你们家的一个长子，反正你们家今后踏实不了。哎呀，管他呢，过一天算一天吧。哎呀，你看你困成什么？哎，你说你过去是不是每个月都把钱所有的钱都交给你妈呀？嗯。那现在咱结婚了，是不是就不用让你妈攒钱了？我没听懂啊。我是觉得，现在咱俩结婚了，就每月把那个生活费交给妈就成。用不着把所有工资都交给你妈。不可能，没那规矩。那咱现在结婚了，和过去不一样了，规矩就得变变了。变什么呀？我挣钱交给家里边，应当应分的。什么应当应分的呀？你听我说呢。你说，我听着。我要是每月把所有工资我都交给我妈，你愿意啊？不讲理你。谁不讲理啊？谁不讲理啊？真的，建栋，我真不是不讲理。你看咱们家吧，八口人，有五个人挣工资，还有三个吃闲饭的呢。干嘛咱们把所有的钱都交了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你听见没有？这睡觉。你听见了吗？啊，教不教啊？妈，哎，妈，今儿小年儿，咱家那年货是不是也应该置办了？是啊，让这些事儿闹得一直没顾上。妈，要不年货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，都交给我吧。您到时候拉一单子，到时候我去办去。你行吗？你都能买到啊？还行吧，只要商店有的，反正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哎呦，那感情好。那行，妈，我上班去了啊。行，行吗？嗯，到时候您拉那单子，让他们给我送来啊。哎哎哎，妈，那我走了。嗯，骑车注意，路上滑啊。哎。三嫂子，干什么呢？不在。早嘞。哦。你知道吗？大勇也住这胡同里。我知道。哎，咱俩商量个事儿吧。啊。你跟大勇以后能不能别老打架了？我特烦那孙子，成天像苍蝇似的围着你转。他也特烦你。我跟你说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决斗。嘿，我就叫建敏，今后啊，你身边只能有一个男人。得了吧你，哎，咱俩是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。来了没有？林云。
要干嘛呀？二军，你说带我来就看这啊？跟你没关系啊，站远点，省着溅你一身血。能不能不打架？有什么话你们俩不能好好说吗？别打了，你们带着去。你丫跟我没劲，不敢打就明说，干嘛带女人来？让她看你多没劲。就你带这几块料，跟我叫板。怎么了？好啊，你牛逼啊！行，够阴的呀。谁呀？呀，阿姨，你好，我找冯建良，他在吗？在。你是？我是他的同学，我叫董丽娜。哦，你就是那小董啊？啊，建良，你同学来了没看见呢？赶紧让他进屋去啊！你来干嘛？你手不是破了吗？我来给你换药。哎呀，手坏。妈，我洗手。来，我给你洗去。去啊，小董，去吧。哎，我给你沏茶去。干嘛呀？把手给我。我不想弄。你给我。我跟你说，我不行。建良，阿姨，好好跟小董说话。嗯，小董，坐呀，坐。没事。来，喝水。来，喝水。谢谢阿姨。坐。妈，你有事吗？我没事。要不陪我同学聊会儿，我走。哎哎，我走，我走啊。小董，谢谢你啊。手给我。我不给。给不给？不给。我跟你说不给。你听话。疼吗？吓死我了！看你割的。大哥，回来了。没上班啊？来，通宵。大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同学董丽娜，叫大哥。大哥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对了，你们先忙吧，我回去。你记着别沾水。哎。大哥再见。来啊。哎。再见啊。
刚上班就给带家来了啊？干嘛的？护士。哟，咱家以后不光修脚方便，瞧病也方便了。哎，大哥，如果我结婚的话，你是不是也得腾房啊？我这找人呢，找人呢。哎，还好了，还好了。姐，在妈呢？在外头呢。你等着啊。哎，老姐，来，别着急，别急啊，我来，你别急。老姐，来，八辈都准备好了，快点，来下一个。还擦呢？别擦了，你还要洗澡呢。一会儿帮我把这柜子抬那个棚子里去，别爸回来了。别紧张，爸下班还早着呢。怎么跟你说的？你是怎么答应的？我收了就完了吗？放下！你还有我这个办法吗？啊！你现在结婚了，有媳妇了，主意大了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哎呀，爸，我……你不要叫我爸。我没有你这个没出息的儿子。什么叫有出息？什么叫没出息？跟你学古剑就有出息了，干家具活就没出息了。你还敢跟我犟嘴？你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家，我说了算。我不让你打，就不能让你打。我宁让你去扫马路，我也不让你干这。砸了！我不打家具了，我也不给你学古剑。多亏了你嫂子，要不然咱们娘俩得排两天队，还不见得买这么全。没错，我嫂子还真挺牛的。哎，监督，干嘛的呀？大哥，你干嘛去？看着，哎呦，再眨着眼睛。怎么了？抽什么风啊，这孩子！哎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谁知道？别掉地下啊！哎，好嘞，我知道。妈，快点！妈，你爸回来了吧？妈，我早就跟你大哥说过，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去。你们俩赶紧收拾了啊！这么早，今天把年货都买回来了，多亏有素琴，要不得费不少劲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建东在打家具？我知道，建东也是没办法，这活儿是他结婚前就应了素琴他们家的。他还赢得了老丈人，就赢不了他亲爹。你们家晚上今天吃什么呀？炸酱面。是吗？哎呦，我们婆婆也不知道做什么呢。我今晚吃包子，要给你明天带几个来。不用了啊，明儿见啊，明儿见。哎，建姐，哎，走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别提了。怎么了？
让爸给撵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下午嘛，厂里没事儿，我说我早点回去，把你弟那套家具给干了。嘿，谁想到他提前回来了，给撞上了。我跟爸干起来了，他给家具给砸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先回我们家吧。走。嗯。饭马上就好了。苏青还没回来啊？每天这时候早回来了。建栋从小到大都是最听话的，以前他不这样，现在结了婚有点不一样了，什么什么都听媳妇儿的。你得理解理解建栋，他有他的难处。那他就不能理解理解我？那你跟他好好说，用不着动这么大的肝火。我不是没说，我说了，可他不听。哎呀，建栋也是没辙，那边媳妇儿催着，这边你逼着，他够为难的了。要不，我让建业把建栋找回来，让他给你认个错。建业，建业，来。别让他喝了，他喝不了酒，一喝就醉。谁说的？你们结婚那天，建东可是喝了不少。就喝醉了。来来来，建东，来来喝着。行，差不多行。吃点菜。建东啊，啊，还有个事儿。我们单位老王的儿子要结婚，想请你给打几样家具。我跟那边说好了，包工不包料。收多少工钱？你说个数，我跟那边说去。你看怎么样？价钱吧，只要比在商店买便宜就行。没问题。什么没问题、啊？好好好。爸，您甭给他揽事儿，他现在没时间做。这是好事儿啊，挣点活钱不好吗？爸，您甭听素琴的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定什么呀？您哪有时间做呀？我怎么没时间？我现在，我除了打家具，我还会干别的吗？姐。我建业哥来了，哎呀，建业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素琴拿个杯子，拿个杯子，来来来，来坐着，素琴啊，拿个杯子。哎，大哥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咱妈让我找你，干嘛呀？还能干嘛？让你回家吃饭呗。没看我这是吃着呢吗？喝着呢吗？你跟他妈说我不回去。干嘛呀，胖三儿？啊。要不你回去跟爸妈说，说我们俩吃完了我们就回去。要不你也吃点。妈让我跟你们一块儿回去。建东啊，跟家闹别扭了。没事，爸您甭管。那走吧，赶紧。亮子，你陪妈，你陪爸。素琴，这怎么回事？没事，那个待会儿妈就回来了吧。您赶紧吃吧，您自己喝着。你看你们这是，您吃。亮子，我走了，慢点行。建东，你爸在书房呢。哎，建东，来。给你爸认个错儿，事儿就过去了。妈跟你说话，可去吧。建东，眼看就要过年了，别惹你爸不高兴了。
这豹子刀刃都偏了，我给你调过来。你看，你这些锯齿啊，也都钝了，抓时间好好拔拔啊。你妈呀，都跟我说了，打的这套家具是素琴他们家的。你倒是早告诉我，我也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。建东啊，等你打完了这套家具，就别再接什么活了，踏踏实实跟我学学古剑。你是我的大儿子，我还能害你吗？我不愿意看着你满足于小打小闹打家具挣点小钱儿，你把眼光放远点，不然的话你将来会后悔的。要不这样吧，除了打家具，你留出一半时间跟我学学古剑行吗？妈，您看咱家还缺点什么？完了，明天我下班的时候就捎回来。把这放柜子上。什么都不缺了。以前过年买不到这些年货，不是一样过年吗？主要是心情，吃喝倒在其次。只要一家人和和气气过个年，比什么都强。妈，要不明天我跟我妈说一声，就说那家具不打。那用不着，建栋答应的事儿就一定得做到。可是建栋给我们家打家具这事儿，老是惹您和我爸不高兴，我觉得挺不落忍的。你爸呀，是恨铁不成钢。你说，同样都跟木头打交道，你爸能到故宫里上班去，建业就只能在家打家具。你说你爸能憋过这劲儿来吗？苏琴，抽空啊，你劝劝建栋，别不求上进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能往上奔奔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先天哪边啊？爸，你先天这边还是那边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先下点。爸，这边。先给三哥这儿刷呀、啊。你仔细啊，你看，把高低、建敏，给我刷呀、啊。来，刷匀点儿。好。啊。我给拿去。哎，建真出去了。好像在屋呢。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回头我问问他。妈，哎，建真，来，试试这件衣裳，还有这脖套。嗯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买了好几天了。净瞎花钱！我就知道你得说这话，所以才没带你一块儿去。要说我这个年龄，应该是孝敬父母的时候，我应该给您和爸买点东西的，可是净让你们花钱了，还让你们替我操心。跟妈说这些干什么？你是我的闺女。甭管多大了，在爹妈面前永远是孩子。建良都工作了，可是我一年到头在地里干呢干呢，连顿饱饭都挣不上，就更别说挣钱了。
妈担心的就是这个。其实，妈跟你爸一样，不是看不起农村人，再早几辈都是农村进城的。我们怕的是，你过不上好日子。你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，农村怎么还这么穷啊？其实日子苦点累点都没有什么，这么些年了我都习惯了，就是这农村太闭塞了，好多日子都看不见一张报纸，就更别说读书了。是啊，你打小就爱看书，门门功课都是考第一的。其实你爸的心思啊，我最清楚。他为什么跟你发这么大的脾气？他最想要的接班人呐，就是你。我知道，可是现在什么都顾不上。行了，不说这个了，走，跟妈做年夜饭去。妈，我想先到同学家借几本书再回来，行吗？去吧，早去早回啊。拿去！我上同学家借几本书去。你干嘛呢？大过年的，你也不歇会儿，怎么还打家具呢？闲着也是闲着呗，干点是点。你骑我车去吧。我不用不用，我帮你拿进去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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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骑我车去吧。我就坐公共汽车挺好的。我帮你拿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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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娘，哎呀，过年了，给自个儿买点啥？我不用，拿着拿着，拿着。谢谢。走吧。走了。素琴，哎，一会儿给你们家送点丸子去。不用，妈，我拌的馅儿多，咱家吃不了那么些。那成，把那最大的饭盒给我。哎，哎，给您。差不多得了。哎。炸丸子呢？啊，真香！哎，吃，那是给你嫂子他们家的，你一会儿再吃，吃吧，你让他吃，多拿点，拿回去吃去。好了，好了，太烫了！哎呦，这太烫了！谢谢啊，素琴啊，你现在就去吧，早去早回。那谁帮您呢？我一人忙得过来，去吧。那也成，我快去快回哈。嗯。真烫，妈，那我先去了啊。哎，简晨，妈，真是你，快快下来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看看谁。给我看看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秀秀啊！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几天没见着妈，你就忘了？叫妈呀，咋的？睡迷糊了？啊？妈。哎，哎呀妈，这小子，哎呀，这回妥了。要找不着你啊，我们家还得睡套房子去。哎呀，赶紧吧，赶紧回家。啊，回哪个家？这问玩意儿问的，这东大东北来了，那不回你们家吗？我搁哪这样带不少好东西呢，木耳、银针、榛子，不少东西呢啊，啥都有，快点的。
住了一天一宿的硬板，没有卧铺，你知道不？你可坏是。咱找个馆子吃饭去吧。这馆子吃啥玩意儿？你瞎说！这不到家了，不跟家吃，有钱没地儿花去，净瞎说。哎，快点，收拾收拾。嫂子，怎么在这儿呢？妈，嫂子吧？啊。嫂子好，我这照片上瞅瞅你。我自我介绍，我叫杨新丹。我妹夫。啥？叫舅妈。舅妈好。哎呦，这大胖小子！哎呦，让舅妈抱抱。哎呦，真真！哎呦喂！哎呦，哎呀，像你哎！哎呀，燕真，不让他们进家呀？这搁平时还好点儿，就是大年三十儿，老爷子盼了那么多年，想吃顿团圆饭，我怕他们去给冲了。不会，爸好热闹，人越多越热闹，三世同堂啊。我怕杨兴闹事儿。不会，妈他哪敢呢？咱们家这么多人。你看他现在正常了，沾点酒就不行，六亲不认的时候。阎王老子他都不怕，是吗？哎呦，那年夜饭咱们家可得喝两口。我活出去了，宁可委屈儿子，也不能把老爷子的这顿年夜饭给冲了。别急，嫂子给你想办法。说啥呢？哎，安排好了，走吧。哎，啊，往哪边走啊？哎呦，大胖小子，这边，这边。啊，这边走啊。你就别骑了啊，可沉了，都是还有酒，还有两瓶酒呢，都。哎呀，你看大老远来的。你这意思，我明儿俺就住这儿了。你听大嫂子安排呀。妹夫，你就先看看这怎么样啊？我是觉着你们大老远来的，不能委屈你们。再说家里边确实也是住不下了，你看这比家里条件可好多了。不是住的好说、啊，你说我们爷俩一直都没吃东西，那那饿的邪乎，你明白这意思不？妈，我饿，我早就饿了。妈，这就带你吃去啊。那我来吧。今儿大年三十儿，饭店都不开门。哎，我这有丸子，啊、要不你们先垫吧垫吧。妈刚炸出来的，还热乎着呢，可香了。石头，哎，儿子，哎，先吃。给孩子饿坏了。慢点，咱俩回家吃好的啊。要不咱们先让他们吃，完吃完让他们睡一觉。这一宿火车坐的肯定是挺折腾的哈。妹夫，要不我们就先回去一趟。那都走啊。我回去拿点东西，一会儿就来。我弄你们快点啊。石头，嗯。妈一会儿就来啊！嗯，真乖。怎么快点了吗？妈，你妈溜回来呀？哎，一会儿啊，妈就跟姥爷说一声就回来啊。嗯。家里规矩真多，这咋的？姑爷个外孙头回上门，还得老爷子批准呢。那老爷子要不同意，我们爷俩就在这儿过年了呗。那不会。哎，你这姑爷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关键今儿不是大年三十吗？家里边都忙着过年呢。这冷不丁来俩人，你说能不回家说一声吗？不是，嫂子，我们不算客人，建真的家就是我们的家，你明白这意思吧？是，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家和家它不是不一样吗？这是建真的娘家，是我的婆家，是您的什么家呀？我说一句在理的话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嗯，你说，您要是倒插门的女婿，我什么话都不说。嫂子，你这嘴可真厉害！我不厉害，关键咱们俩在这家里边，他不是外姓人吗？您是姑爷，我是媳妇儿，按理说我不应该多插嘴啊。可是对冯家，我比您清楚啊。他们家院子是大，房子也多，可是人也忒多。现在这建真和他妹妹还挤在一个屋子里住呢，您说，您爷俩突然就出现了，大过年的
您是不是给人家出了个难题呀？对对对，行，那嫂子让我听你的呗。您可别听我的，咱们都得听老爷子，听老太太的。那走吧。我们走了，走吧。石头啊，把这个围巾给你妈带着外边弄啊，待会儿你就回来，快吃丸子去。是宁可伤好儿子的心，也不乐意伤好一个的心。现在行了，俩人心都不忍心伤了。也是，一边是爹，一边是儿子，你说一颗心愣是给掰成两半，谁受得了？我想好了，回去就跟爸说，我一定得把儿子带回来。他要不同意，我立马就把儿子带走。光带儿子，那你们那口子你不管了？我管不了了。他要是不愿意自己回家，那就只能在招待所里过了。嫂子，他可不能干。就你们那口子，我早看出来了。他可是精明着呢。你想说什么？那招待所多少钱一天？哎，你这你管他干嘛呀？我跟他们招待所老刘，就那个采购员，可熟了。他刚跟我说，说过年这几天不用管，让您白住。不给钱行吗？大过年的谁住啊？招待所现在根本就没人住，到时候就咱们就给那个值班的，把他们逼得挺紧就行了。啊，嫂子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跟嫂子说，只要嫂子能帮忙的，啊。建真，你和妹夫的事儿，你下决心了吗？是不是还是为了孩子呀？上不了户口，就上不了学，更别提那粮票布票了。是的，母亲，我就不回来呗。反正只要能跟儿子在一块儿，上哪儿不是过一辈子？反正你现在就是为了儿子，是吧？那你跟他还有感情？也不能说一点没有。这两天，他真是变化太大了，他那脾气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暴躁，还喝酒。要不，我也不会想着离婚回城这事儿。圈年年圈圈，尝尽岁月苦辣酸。
过年了，团圆了，心中百味还都是甜呐、啊。一天一转，天天转转，忙里忙外没个完。拜年了，喝酒了，心里开心，哎，还有点酸。总是不敢承担，哎呀，哎呀，给你的情，我永远感觉回报不完。流多少汗，赚多少钱，也想把事儿干得今天。你哭了，你笑了，你没有要求，我心不甘。哎呀，给我的爱，我总是不敢承担。照着和和美美，团团圆圆，初一的太阳。